友吴千语爱的缠绵，妻子高呼很爱很爱很爱的林峰，日前带上吴千语及父母到美国出席胞弟的大学毕业礼，吴千语更是以准媳妇儿的姿态全程与林妈妈相伴。与此同时，有关林峰吴千语在美国秘密领证的消息不胫而走。现年34岁的林峰与19岁的小女友吴千语，自从公开恋情后，感情便火速发展。据现场网友描述，在林峰胞弟的毕业典礼上，林峰都与女友十指紧扣，虽然有双亲在旁，但峰与二人却无视众人，完全投入二人世界，大说悄悄话，甜蜜非常。更有网友目睹吴千语与林妈妈有说有笑，看来婆媳关系相当不错。不过对于秘密领证结婚一说，吴千语经纪人回应称，两人目前感情非常好，但结婚一说实在没有根据。